你有什么事？我到上岗的，你做你讲。答应我一件代志。你讲啊。好，我找一个查某人嫁。 1997年，报给蓝金鸿以罗马名义，以上高风波，并被中司令保管。一年，我23岁。下车！下车！偷逃犯的，先下车！快下来！下！站长！站长！快点！你给我逃！你给我逃！你给我逃！你给我摆石头！ 就别给我们撞回来，好，好啊！有本事脱逃，就不要被抓到，搞得大家都很难看。目标司令台，匍匐前进，开始！快点，都快点！哥，动作快一点，快一点！ OK，三哥哥，下车！来，下车，下车！走，动作快，动作快！停下来，走，快点！快点！下来，快点！目标司令台，你干什么？啊，站起来！ 你命贱啊！全自动啊！上手马桶，蛙跳一遍。目标司令台，开始！开始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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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到这，这些人根本就无把我当作人看。穿蓝色衣服对着我，向左看，前，向前看，我就是你们副队长。刚才进来的时候碰到的部队，就是你们的同志。在你们背后的那栋大楼，就是你们的寝室。干什么看？谁都能回头看。先听口令，向后转。现在你们呐，就给我清清楚楚的，用力的看好。这边呐，只有高墙铁丝网，哦，当然还有荷枪实弹的卫兵。因此啊，我奉劝你们呐，在你们笨脑袋瓜里面呐，不要有脱逃的念头。要不然的话，我还要通知你们家属来认尸。再不然呐，就像他们一样，跑，快点跑！快快一点的，快点！好，
我在这边伺候这些大哥已经1年8个月，很幸运，没有一个能够完整的脱逃。希望你们不要破坏我优良的记录。我也不知道我们在这边会相处多久，但是我由衷的希望我们相处的每一天都是很愉快的。当然这愉快的定义是由我定的，所以啊，你们碰到我是你们的福气。陈武兰，哟，大声一点，哟，大声一点，哟。听说你外号叫鬼见愁，是不是？不啦，这是是不是？是啊。哎，那奇怪了，怎么刚才一进门以后，完全变了个样？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不知道是吧？我告诉你好了，因为我是鬼王，你们这些鬼啊，看到我都得发愁。现在去剃头换服装，注意听好换服装的要领，因为我们只讲一遍。3分钟之后面向我呈班横队集合，包括你们两个。